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东尼。今天我们的主题呢，就是进阶突破四星的装备。当然，在还没突破四星前，我们需要准备突三星满等级的装备。目前呢，我每个装备只有三套而已，也不太建议弄太多套的，因为呢，根本就是太消耗资源了。好，来到进阶这里呢，突四星还需要格外的材料，而且呢，进阶突四星还有个难度，难度在于呢，有几率会进阶失败呢。还有就是呢，进阶四星都不建议用普通的运铁，因为呢成功率只有 58% 而已哦。所以呢，进阶四星尽量用和氏璧和运铁精华，因为成功率比较高达 78%。 还有呢，和氏璧会比较难收集哦，反而呢运铁精华就可以在装备商店可以用赤红砂交换了。假设你有和氏璧，都建议用在进阶法宝，因为法宝的运铁通常都需要较多的赤红砂来交换。好，看来呢运铁精华不够，我先到装备商店购买吧。1200颗赤红砂就可以换一颗运铁精华了。其实收集赤红砂并不难，可以通过呢四人斗场的周奖励获得。法宝的运铁都是比较贵的。好，目前呢我缺装备的运铁精华，先换两颗吧。还有呢，进阶四星才需要准备一个材料，那就是永动陀螺。这里呢也可以用赤红砂交换陀螺，如果你的赤红砂不够多的话，可以来到烟雾厂商店交换。这里呢只需要4000个工牌就可以交换了，而且呢这里换可以省下很多的赤红砂，目前呢我只能换大概6颗而已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紧张的时刻，要选择哪一个装备进阶好呢？好吧，就先选防具进阶吧，先试下运气吧。第一次进阶还不知道成功几率会高吗？好，至少呢进阶防具失败，主属性是生命，还不会那么心痛。还有呢，建议各位尽量抛光至少攻击和防守的副属性。好，现在呢我选运铁精华，先试看 78% 的几率先好了。如果失败呢，我们再来用永动陀螺吧。到底会不会成功呢？哇，进阶成功了，78%成功率还不赖呢，所以呢省下我的陀螺了。我们再进阶下一个防具吧，再试看看78%会不会再次成功呢？我觉得呢进阶材料最难收集的应该是玉石吧。哦，失败了，还承受得住，不需要气功。虽然78%成功的几率还不是很稳啊。好吧，防具的玉石我也不够了。好，下一个呢我们就进阶法宝吧。这里的玉石呢够我进阶两个法宝。好，刚才的78%几率会失败，还是不要冒险比较好。好，法宝呢再次建议使用和氏璧。好，这次呢我尝试使用永动陀螺来增加几率吧。好，有团友呢建议说75%成功几率会比较高。好，我们就试试看，用五个陀螺吧。75%几率会不会成功呢？ Yes， 成功了，成功就好，真的要舍得花出去永动陀螺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四星的数值会不会提升呢？这是四星的攻击力，最大值是650点。好，我们再看看一下三星的数值，三星的攻击力呢最大值只有570点，所以代表呢进阶后整体的数值都会增加哦。好，我们再进阶下一个法宝。铁精华呢我还剩下两颗，应该是之前活动获得的。好，我们就跟回刚才的75%几率吧。好，再使用五颗陀螺。哇，又成功了。好，我也不够法宝玉石了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有一个进阶的，就是武器啦。好，我希望呢这三把都全部能成功进阶四星，不然的话呢又要开始收集玉石了，这些玉石呢都不容易收集的。好，我们再次跟回刚才75%的成功几率。好，不错，今天运气又成功了。好，只剩下两把武器而已，像我这把武器呢附属性是相当不错的，因为有起到攻击防守增伤和减伤，但是各位有觉得更好的附属性都可以欢迎留言哦。啊，又成功了，我觉得呢75%成功几率不是盖的，如果你进阶用80几率以上都失败的话呢，哇，我真的无话可说了，因为我制作这个视频是告诉各位还是有机会进阶成功的，但是也不要为了进阶失败一次而弃坑，几率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糟糕的。剩下就一把武器了，
哇，真的是太好了！结论就是呢，使用五个永动陀螺，75%激励，送给大家参考吧。如果各位有更好的成功记录，都欢迎大家留言哦。好，进阶四星后呢，就可以插光了。插光呢需要硫磺石，攻击力巨大，直尺710点，防守则是呢390点。好吧，那我先洗攻击力的吧。攻击力的属性呢，永远都是排第一重要的。庆胜呢，应该是代表增加了吧。然后再来洗一个防守的属性。好，剩下的两把呢，我也要洗到美美的属性。这代表不漂亮的数值。好吧，硫酸石也没有了，下次再接再厉。接下来就是强化的部分。首先呢，我要强化法宝。四星箱呢，可以透过好友 boss 奖励获得，还有呢三星的箱子呢，经常打好友 boss 就可以获得很多了。这里呢还有个小小的建议，如果你的三星法宝箱很多的话呢，也是建议可以用来合成变成四星的法宝箱，因为这样呢待会强化法宝你就可以省下很多银币吧。好，强化的部分呢我就会拉快了，我相信呢强化境界四星更是不会放过我们的银币吧。强化一次呢需要38400的银币，而且呢进阶四星还可以强化至25等级了。哇，银币真的需要准备很多呢，不是开玩笑的。银币不够了，刚刚完成了19的等级。好，先做个比较吧。好，进阶三星满的话呢加20才有1182的攻击力，反而呢进阶四星19等级就已经有1393的攻击力了。所以呢进阶四星后数值真的提升了很多哦。好，目前呢我已经有3把的进阶四星的武器了，所以呢武器的玉石的部分呢我就不需要了。接下来最后一 part 我就是要强化我的神石了。首先呢需要售卖武器的玉石来获得更多的玉石精华。强化神石方面呢，我都会选择攻防神石来强化。目前呢只有强化至5等级，但是都需要大量的玉石精华，所以呢目前只有售卖玉石才可以获得玉石的精华呢。所以呢这次的主攻150等级双倍的奖励可以获得30克玉石，就尽量想办法达到领取哦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强化神石1到5等级的部分，所以呢可以参考这个图表。好吧，小弟的视频已经到尾声了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